当时是八五年吧，我当时在西南交通大学，到了一天从成都赶到重庆，回到家，当天晚上10点钟左右吧，铁林就出生了，从产房抱出来，所有前面七抱出来的小孩眼睛都是闭着的，唯独铁林抱出来眼睛睁得很大，他来了这个世界，到处看。 小孩很漂亮，也很活泼。他可以自己对着当时的电视唱20多首歌曲了，然后也会说一些话。那他妈呀，弄把他弄到公园里去。 是啊，那个呀，他骑的个人那个骑狮子，德林他的爸爸带他骑骑骆驼，德林呀都很高很开心的。那德林呀都在个人在家里耍玩具，耍得很开心的。德林喜欢在长青的个人玩。但是到了3岁，我们就发现。 小孩不对，因为他老是自己玩，不和其他小孩交流。即使把其他小孩抱在一起来，他还是自己玩自己的。最喜欢的是汽车嘛，然后老是把他放在桌子上，站在下面看那个底盘。 后来就觉得。 他越来越变化，比如说当时他就一个人刚3岁嘛，搬着个小凳，在我们家后面的山坡上，望着远处家里面的对面，这些行为我们都觉得不对劲儿。后来就。 带他到医院去看，整个对他的病的看的过程是一系列的误诊，先结论是暂位性听力障碍，说他脑子里面有个瘤子，后来呢又说是先天性的那个是个哑巴，或者是先天性的听力问题，后来就是。 我们到医科大学，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精神科的教授叫林永和，这个老教授就第一次告诉我们，就说我们小孩是孤独症。当时我本人基本上被击溃了，然后林永和教授告诉我们说这个病是不可医治的。 所以我们没办法，后来我阅读了大量的这方面的一些资料，因为当时中国对这个孤独症的那个了解比现在还要粗浅，就一律把这个孤独症打入了低能、痴呆或者是傻子啊这个范畴。 所以后来对这个铁林的整个的医治过程，我们踏上了一条漫漫的痛苦的沉重的道路。先是沿着长江，千辛万苦，带着铁林坐船到武汉汉口，然后在汉口又转火车到南京，回来后来又到北京，基本上就是这个判决，不可医治。 他不能进入社会，不能进入社会就不懂社会的游戏规则。孤独症他不进攻人，他自残。铁林有时候发火的时候就自己打自己，自己使劲的捏自己。
我们求医学求科学不行，因为当时急嘛，就转向非科学的一些活动。找了一个很神秘的老头，那老头说说了一句话叫鱼大了盆小了。当时送他上学被歧视，被各种各样的那种欺负，甚至那种 每天回来都遍体鳞伤，衣服都被撕烂。后来我们就不让他上学了，因为天天这种小孩呢有一些下意识的动作，有一种下意识的声音，这种就容易引起人家的那种我们认为是好奇的眼光吧。然后比如说我出差，他随时每天要等我，要等到我回家他才睡得下觉。所以那个我也对他就这样经常陪他们，因为有孤独症的家庭也是很孤独的，我们为了避免那种社会不理解或者对我们的歧视，我们经常有空就带着他到没有人的地方，比如江边啊山上啊到处去，我们自得其乐，我自己玩。而且铁林那个时候特别高兴，因为我本人也是学画画出身的，就觉得只有画画才是不和社会接触，他可以自己创作。虽然当我拿到这些绘画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标签，比如说这可能是一个自闭症患者的一个绘画，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看到的这些绘画呢，是一个非常纯真的，充满了奇思妙想的，而且能够带给我一种非常真实的体验，就是它这个世界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艺术家实际上本质上是不受人干扰的，是要人为的不受人干扰，但是铁林是先天上帝就给了他自己独有的空间。他自己画，不受任何影响。有杰出的艺术家在好不容易寻找到自己的语言，但是铁林的艺术语言就是上帝给他的。也就是说，我不需要教他画画，也不要教学院派这一套，他自己就能够画很多我认为有很有形式感的那种非常独特的绘画语言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智者的一个绘画，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绘画，非常敏感的绘画，它是一种人发自内心的本能所察觉到的这个宇宙的变换啊，就是心情的这种每一点微妙的变化。我想它可能比我们每天带有很多信息的这个那样一种感觉可能还来得真实。我个人觉得要看待这样的一种绘画，可能还得要回到我们为什么绘画，就是人为什么要画画这样一个本源上来。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也是最最基本的，就是
能够像一个儿童或者像贴近这样的一个绘画的形式那样，把人最最最最基本的那种灵性，就是画画带给人的时候那样一种天赋的一种灵性呢呈现出来，用很自然的方法呈现出来。但是这样的一种纯粹的绘画，其实是我觉得每一个真正懂画的人都想达到的一个境界，那就是非常的安静，非常的自足，能够和自己的内心和画布产生一种真正的对话和交流。所以我认为这样的绘画天赋的得到了这样一种机会，能够在一个灵性的世界里面构建出一个他自己的世界。杰林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一个画者，画那种钢笔画素描，手上的大气剪子一天到晚的画，一个月重复的画，可能他在从中能够找到他自己的一种感觉，这种神秘的感觉我们也不了解。所以那么多年以来，我们专门为田准备了一个画室，他就每天画画。然后那个为此田人画了大量的上千张的这种素描。后来我们就觉得他应该画色彩，然后就用那个油漆，用那个画布来对那个色彩进行绘画。不可能受到其他那个艺术或者其他绘画画家的影响。你即使拿一个毕加索的画给他，他画出来就是另一幅画。这就是铁林看到的世界。我们后来就发现铁林的画里边，他特别喜欢画的是鸟和鱼这两种主题。所有的那个鸟和鱼，他看起来，他画出来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形式感的变形。所以那么多年以来，我们相信铁林的画总有一天会被认识，会被社会看到。真正的绘画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那样一个镜像，而是画者内心构造出来的和我们生活和真实的一个世界，我觉得是平行的这样一个世界。那在铁林的这个绘画里面，我们可以读到的很多的信息，这个信息呢，首先构建于他内心的一个完整的丰富的一个感性世界。这个并不是所有的我们所谓的正常的人也罢，都能够很好构建的一个这样一个世界。